来很多次了，就只是我来说应该没看到吧。这个星期六。经常有来的。哦，所以我就讲没有这个，是这个的客户来的。哦。阿元。这边是那个阿元。很久了，我来，我来关注继续了。是吧？因为刚好隔天看我每次来，我都没看到你。破花神，这真的没有看过那种，真的。我都是。啊，那你们有那个别的花不没有？有啊。看他叫我去。你中间。啊？我做休闲。我做养生。养生？养生？那是我给你公司。适合你哦。我给你公司，怎么叫我给你？没有啊，我们比较多的是在美业、健康跟教育。哎，好适合你哦！真的好适合你哦！不知道为什么？你知道你看起来就是像那种贵妇，为什么？是，因为你看很有。你懂我意思好吗？对啊，不要讲。然后你嘴巴会甜一点，哇，贵妇很喜欢你。对。阿姨啊，这样。完美哦，你的工作。就包括用的、吃的、住的都有。怎么是 organic？ 就我们自己公司是研发的。可以吗？所以我们要拿。就包括护肤品啊。我们有类似医美，可是不到那种真的是像外面那种打的那种，我们是天然，然后是没有那一种，就是就没有类似好像那种 SLS 啊，没有那种所谓的添加剂啊、荧光剂啊。打是怎样的？我们没有打针，我们是敷一个麦，然后我们有按摩，然后我们也有包括刺，然后包括形象。什么叫形象？形象就是我跟那形象啊，就是我们其实是有几个比较好，包括就是用的、吃的、按摩，然后有的菜可以看看是什么。对，我们的菜是可以。来。来。那我的那个袋子那边，它是有机公司的。然后我们本身是做它算的 industry 是健康教育的领域。我是市场开发也有，然后对客人也有，就客人来我们店面找我们也有，然后去外面找人也有，比较 flexible 我们就不像纯粹传统的，或者你说哎你要不要啊这样子，我们就比较偏向就是因为现阶段的人比较养生，健康的方法，真正的健康方法也是比较讲究，所以我们给你传统。就好像你讲到健康你会瘦吗？所以你说你讲会瘦哦。像我给你那个方法，然后那个电视，我们现在一直在，对吧？我是负责其中一个，我是负责其中一盘。不要这样讲，打工不打工，你应该是讲创业创业。哎，比较容易好听啊，创业差不多，创业就比较 OK 好听一点。IG 的话，你打 Life。加一。这个是我们的按摩理疗部，我们有七个，每一个我们都有自己的，所以我们按摩。我给你一按呀。对对对，靠近这里吧。靠近这里了哦。我把它关上了。你有做头摇的吗？有啊，都不刮痧。没有那种水那种啊，我们都不刮痧。我们是30分钟，包括淋巴排毒，就是全身，然后还有。哦，你头发了还是脸的？脸我们也有，头也有，整身也有。头的。我们是看你 add on 的时候，只是我们现在有 offer 就是全身淋巴排毒，然后还有就是头部刮痧。哦，一小时半。1小时半就是整体1小时。啊。过后你如果是第一次你要来 try 的话呢，你留大概2个小时给我们，啊，因为我们是会跟你讲解你的身体的状况，包括你要怎样去试。啊，我们marketing做的，啊，我们marketing做的，对啊，你可以参考，至少你like一下follow一下，可以，那我已经给你like跟follow了，哎，谢谢你。所以这个是你自己的 company 吗？啊，我们在里面创业了，我们是里面打工，也是内部的。哦，这样子，所以没有我安排一下，他其实可以这样子啦，自己的 sales 的。可以这样子讲啊，因为我们对的客人就不只是像你来到购物区那边，我们是反射。因为你不是讲来讲过，我们是和他有在做，我们是对你的对象啊。可是说我们做服务的，他是另外一个德拉比萨，就比较专业的。那你是怎么做服务的？德拉比萨是不下手的啦。我是负责好像类似。像你自己本身就是很少。
啊，就很广啊，你要健康的人都搬到我们这啊。对，他们很广。其实不会，因为我会比较广，是因为你要养生，你要健康吗？可是保险也是好的，可是保险是你需要人家才保的嘛，我们是你还没有去帮到我们这个保，就好像你要知道健康，我们不能熬夜吗？可是熬夜太久的话，哎，你又跟我讲方法来去补一些。如果讲你要好像自己的，是另外一个。对。现在因为好像刚刚在看这个，我们其实是 service 的话，你要看你是什么，因为我们也有包括咖啡，我们包括有用的吃的，用的话就是这个。形象很简单吗？形象的话就是外面的人都是叫你穿着，只是大众，我们会帮你打造成你自己个人独特的名字。我们会帮你测，我们有测，我们是我们的真的，我们创办的人帮你测你的风格。女子有八大风格，所谓的那个戏剧风格啊、自然风格啊，就好像舒淇。舒淇的话，你看她的穿着啦，她就像拿一个，她是跑自然风格的。如果她拿那种麻包袋衣服。他挂在这里也很适合，可是我们穿，但女子穿的话，它不一定适合。啊，对。形象的话就是在这个。我们有一个领队，就是你要找到什么东西，我们都会在那边。我们是比较感性的，不一定是讲你要，你讲你要给的钱来做的话，还是那个钱。好，大概找钱，整个那个形象走下来，你要给多少钱？OK，如果形象的话，单单只是形象呢，它就是钱多，包括衣柜整理。怎么讲？就好像我们穿的衣服，不一定每一件适合，我们就把你清条幅。其实衣柜也是有所谓的清条幅，就是把那种。我们的老师，我们的老师自己，我们创办人自己管理，这个就是我们创办人老师。创办人的话就是另外一个老师，就这个是我们的老师。所以每一个形象有八大风格，所以包括你是要什么样的风格，我们会帮你设计，不一定他形象你适合 carry 得到。对，所以我们有主元素跟非元素。所以。老师是从外国去学回来，中国啊、美国啊，每个地方他都学，包括那种形象的东西，他都学。我说等一下我们就没有说了，我们可以帮你先，如果你要说的话。这样你先来按摩先，我们比较快点去按摩，才来知道你应该怎么跑。因为你身体，如果讲真的，你是湿气的话，你身体重，你排不到你湿气了，你穿的衣服也可以不到。因为你包括我们身体，其实最简单就是我们先从里面调。因为是这样，我的那个头一摇了，还是这个是我要选那个地方的，我们还在想用吗？可以啊，你可以 mix 来用吗？不一定讲一定要摆来摆去的嘛。这样的话你就更好啊，这样子的话你可以 compare 得到哪一个手法比较好玩。你要形象的是，比如你要是比较简单问题的。嗯我们可以，只是我们需要你要来个实习生来，我们可以帮你做这些工作这些。如果你是这样 ，OK， 我们5000多，有包括像测风格，然后口
黑锅是另外一区，黑锅是没有啦，就是我们会衣柜整理，然后还有就是测你的风格，测你的颜色，哪一种颜色适合，有一些适合暖色系、冷色系，所以我们可以帮你测这种东西，然后你会来到我们整个私聊过后，帮你试啊，那种大概的衣服，你会带，我们会帮你整理，大概可能应该是30套或15套，啊，你就带上来，我们帮你搭配，重新搭配，只要你旧的衣服觉得哎，蛮好看的。对，衣服在里面，就找一个好的搭配，这样讲的话，然后衣服我不要，这样的话就是你要测风格，你只是单单要存出来就抠出来咯，那我们就把你抠出来，就像你形象风格，如果你测衣柜的话，应该是2000多。测衣柜是什么？就是你的衣柜的衣服，你带完了什么？我们帮你整理你的衣服。如果那个不要的话，我纯粹只要测风格，然后等好了，这样的话要大概多少？应该也是3000多。我这样子测就3000多，那我不会拿什么来测？所以我们比较prefer你拿整套，因为包括就是因为你测了风格，你不能，就算你会买衣服，也不可能够适合你。因为有一些像少女元素，像少女风格的话，我们有一些不会跑少女风格，就算你测到了，就是很好，所以就需要你讲讲，我们会再跟你讲解你的 report 哪一些适合你，就所谓的偏元素，因为你还有嘴脸，如果你是 example 你是少女风格，偏元素在里面。所以你就好像穿着，你就不会像很大开大裂，你就可能带一点像，不会像中学生那种所谓的那种小少女型啊，你会像黄晶晶那种，类似这样子的一个风格。主要你还是要看你的衣服搭配你的整个气场，就像是你的气场的能量，所以是这一些。你讲的是创办人是不是啊？对。好像郑丽玲啦，是哪里？台湾人吗？本地，对，台湾人。所以整个东西就是创新，三十年了，我们东西。我们一开始先开始定的是芳香理疗部，然后还有。没有，不是你的，这是我的那个什么。我跟你是的，像好像加购是 organization 你看他们的公司，然后好像他们西沙，他们大学校。你要看他们 before after 的那些怎么讲？你呀。before after 的话，你就要去回改那个 lifestyle。哦。那边就可以看到比较多那种放瑜伽搭配，像这种男子的。本身素人改造，就是我们这样子。这是他过后打扮，这个是律师的，可能。他就是他，就是他的衣服，只是他以前不会搭配，所以我们就把他整理过后，然后穿上去，他就是一个搭配。这样你就不用讲，因为你有很多衣服，你就跟他可以去配东西，你可以说你的衣服整理开始。没有了。不一定是每个人一定要穿名牌才叫 carry 的，有些人穿的衣服可能30块包，他就穿得很好。最重要就是衣服。所以你们有教他们化妆啊？所以我们有化妆师到的。没问题，你看一下，然后有兴趣你可以找 Jaden 再找我。找谁啊？ Jaden 也是谁？我有 IG 吗？我可以加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Thank you， 谢谢你。不客气。哇，好开心哎！那我算过了，
上面那么少。没换下了，咦，我要免费的，蛮好。
可以吃的，可以吃。
觉得你整个掀起来。哎，我走了，拜拜。快。
为什么要退？Thank you.
拍到了，拍到了。两分啊，弄了一堆。
传了，停下来。
我喝不掉。喝出来这样好瘦哦，没错。谢谢你啊，对你好，谢谢你。我们也吹啊，这么没有了。有人，这是不是我的吗？哈哈哈哈他错啦，不要为我吵架啦。肯定是你的错啊！完蛋了，你要讲。
好好。
撐啊，老爺。老爺，唔好死撐啊，老爺。你確定嗎？我车你伤了我，小心一点哦。要得就要自己等个烟的话。Thank you.
我也准备好啊。Oh!
了。